哎呦，阿姨，你怎么了？小朋友，快帮帮我，我可能快要生了。阿姨，你手机给我，我帮你叫救护车。哎，来不及了。哎，那里有辆车，你帮我去找那车主，帮忙送我去医院吧。行，我去找他帮忙。哎呦，叔叔，那我阿姨要生了，你可以帮忙送她去医院吗？哦，好，没你这么说。我就不去了，我还要回家呢。你不去怎么行呢？万一出现什么事情怎么办呢？你跟去还能帮帮忙，赶紧上车。这位叔叔为什么不找我一个小朋友来帮忙啊？刚刚那个阿姨肚子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一个人出来呢？而且肚子这么疼还不让我叫救护车，他们该不会是一伙的吧？行，叔叔你先开着，我把那个阿姨扶起来。阿姨，那位叔叔说计划失败，说警察来了，让你赶紧跑。啊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给我20块钱，让我告诉你的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阿姨跑慢点。没关系。他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他给我20块钱，让我告诉你，说警察来了。